尺寸超级标准的，我是穿 S 号。再来腰围，我已经塞了衣服，你看腰围还是这么大，这么多的空间。它不是标准式的奶茶色，它是带有一点点奶茶灰，所以看起来腿白腿直。再来呢，我很自豪的是这件裙子完全包臀，非常的漂亮。你看屁股的线条完全看不到，裙子啊它是中腰的，所以呢怎么穿就会觉得高高飘飘的感觉。它里面是有个安全小短裤，安全小短裤它是随着尺寸走，而且是宽松的，你呢绝对不会有卡在大腿的问题。这个皮我保证比牛仔再软软薄到不行，它是完全丝滑冰凉的内里之外呢，它超级薄的。M 号尺寸呢、啊，一样，跟那个一样，还是很瘦、欸，一样是很大的空间。这个皮子是有一点弹性的，微微的弹性，弹性的。所以我刚刚在讲来。很舒服，不是不是我瘦哦，是 Dream 穿 M 号它也有这样的空间，所以你们只要买对尺寸就是 OK， 绝对完美漂亮。